256户已达法定半数。那本席宣布开会成立，并且本案开始进行开票作业。各位，第一号同意，你就选第一号同意。好，第二号同意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宣布，这一次的安全提升计划，苏花安的投票结果超过半数，已经超过半数，超过半数，谢谢。